尊严的告别这个世界，让亲属在心灵上得到安慰，就是殡葬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工作。我是这次负责的化妆师，谢谢你们。米秀，这是王者的照片，怎么了？他是我高中老师。面对我有这么难吗？我姓聂，我是他先生。我觉得陈婷的死因不单纯。你怀疑聂医师？你是最后一个接触陈婷遗体的人，我相信你最有机会帮我找到线索。你是警察？那个吴敏秀啊，好像在怀疑什么。当初你说不会有问题的嘛？陈婷从来都不提他的过去。可是我没有办法理解，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冷酷？也许这样对他才是最好的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承受这一切？陈婷是你的高中老师，你跟聂成夫是什么关系？你有看到他左手上那条疤吗？你觉得他爱我吗？我怎么可能离开你？我会尽力让他成为你记忆中最美的样子。你怎么知道他在我记忆里是什么样子？